臭宝们，沿路公家的鸭翅彻底卷疯了哦，连9.9都不要了，5块多就给咱们包邮到家了，买的越多越合适，每一包里面都是这样翅中翅尖一整个的整翅，它是两个口味，有香辣的跟蜜汁的哦，两个口味都特别的好吃，你看它都是经过卤制的，特别的入味，连脆骨都很入味，肉质是属于那种很紧实的，不腥也不柴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吧！咱们再开一个看看。哇，这个好香啊！香辣的吃起来就是微微辣的口味。肉质真的特别的紧实，吃起来就是很解馋。鸭肉也是名副其实的高蛋白。这个馋了饿了，咱们来上几包，真的是毫无负担呀！都这种大整事，那个脆骨也好香好香，蜜汁的带一丢丢甜。我特别喜欢蜜汁味儿，还是吃肉香啊。几毛钱的快乐它又来了。